problem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，你们大概有两分钟时间。我刚考上了公务员，从此吃喝不愁。我第一眼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很有安全感。我没他那样的铁饭碗，也就一天。日薪？一顿早饭。我喜欢爱吃早饭的人，健康才能有更长久的陪伴。我也这么认为，所以我给全身都买了保险。3年前我喉咙卡了个零次，赔款到现在都没有用完。我恨自己没能早点出现，让身体遭受这么多痛苦。所以你吃什么鱼比较容易卡鱼刺啊？既然这样，我要赶飞机去皇家剧院准备我的表演，毕竟不能让女王等太久。那高贵的骑士，你准备让你的公主等多久啊？我有试试又怎么够？我4岁习武，熟读上古兵书，文能兴国，武能安邦。自古英雄配美人，夫君你可要好好保护我呀。我研究历史，通晓古今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。哇，我就喜欢有内涵格调的男生，你要不要来研究研究我呀？这是要找茬？是又怎么样？36计是一种念来运筹帷幄的网，嫁人平安。我钟爱历史，倒背如流，德才兼备，可助国运昌盛。仗你是卧龙小快兵，好，你是凤雏小可爱。兄长，贤弟。哎，果然桃园得意呢。不会啊。那你是觉得我胖了？假如有个穿黑丝的女人坐在你腿上，你会动心吗？当然不会。当然是把你追回来了。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？我没说要跟你分手啊，是你先问的呀。你竟然开始对我不耐烦了。我没有对你不耐烦啊。那你知道错了吗？我知道错了。错哪儿了？哪儿？可以不爱，可不要欺骗。我是想说我哪儿都错了。好吧，那我原谅你了。我最近失眠，所以脾气不太好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。你都不关心我为什么失眠。大了，我最近是不是有点变胖了？没有。我都不敢回家，现在都这么富有了。你是镜子里看到了呀。胖，可我觉得还是要减下肥。你亲爱的，你不需要减肥。你曾经说过会支持我所有的决定的。你想减就减吧。陈律师，你简直小胖啊！亲爱的，你没胖，你的身材既可攻既可守，无论苗条还是丰满，都我心里。我会无条件的支持你，简直无懈可击。不怎么了？是小齐哥，这是我弟。来劲儿，我跟你一起。我的意思是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哦，所以你觉得我好？不是，我漂亮还是你长得漂亮？你问问题伤我干嘛？谁让你插嘴的？当然是你漂亮了。这次又是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两边脸的颜色不一样，你俩有强迫症吗？爱我了吧？假如有男生在酒吧跟你搭讪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不会去酒吧。很好，假如我带你去酒吧，这是一个小的本事，帅哥，有道理。说，嗨，美女。嗨，帅哥。啊，你再问一次。有个很帅的帅哥
跟你说嗨美女。我会拒载，但你会让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摘吗？摘不舍得，但是你会为我偷偷去摘吗？我会偷偷拒载，但你会盯着我不让我去吗？我会盯着你啊，但是你会想办法把我引开，然后偷偷去摘吗？我会想办法把你引开，但你会假装不知道我想把你引开，自己偷偷去摘吗？我不会假装不知道，但你会不会为了让我不知道而用善意的谎言欺骗单纯的我？我会用善意的谎言去欺骗你啊，但是你现在知道我会用谎言去欺骗你，到时候你会不会怀疑我的每一句话呢？除非你不爱我。哎呀，我要爱你啦。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我是富二代，生活枯燥，家父保我，衣食无忧。出身罗马不是你的错，是我跟你一起枯燥吧。可我近来最新摄影，全都用来置办设备了。摄影城自带 P 图可以删，你这边真是废了。说说你的情况吧。我是风险投资人，我最辉煌的战绩就是2018年看中了短视频行业。出身好又怎么样？没有洞悉未来的眼光。但是我犹豫到今天才开始投资。对你投资，荷花菜都凉了。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经过潜心修炼，在下已斩获诸多大奖。所以你现在一部作品，有人出价100万。那个出价100万的就是我。但你出的是全场最新价。打造成第一女神，名满天下。我们为你规划未来事业，日进斗金。选我，选我！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你们不要打了！我有手艺，我有钱，哦，带你解决资金，带你攻击技术。还相不相信了？亲爱的，我觉得现在的工作不适合我，所以我和老板提了离职。我觉得这份感情也不适合我，所以。让我做这些工作是在磨砺我，然后让我自己挑职位。其实我也是在磨砺我们的爱情，所以选择了什么职位呀？我选我刚要来跟他客气，我二话不说就挑了总经理。哇，这么累吧？我去给你打洗脚水。这保姆。别急呀、啊，哪有一口吃成胖子的？这么说，你的命要谁呢？保姆这个职位是最了解总经理，只要我投其所好。那你实在也是张总啦，他就能被投所好。只要我把你打死，你就会死。你以为我做保姆是因为爱好吗？嗯，来帮我记一下。我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潜入老板办公室。我进入老板办公室，发现其中机关密，还好我运用灵巧的身法躲过重重危机。经过我细致的探查，最后我在老板的暗格里发现了他的秘密。你发现什么？快说呀！发现老板有很多救星，他们对此一窍不通。老板还不尽在你的掌握中。后来得知，其实是他儿子喜欢球鞋。我这么相信你，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信任我。只要跟他儿子搞好关系，等他进行公司。啊，这小少爷什么时候继承家业呀？他今年7岁，再熬20年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亲爱的，你是怎么跟你前任分手的？他玩王者时抢我来。这游戏比女朋友重要啊！可是我本来都让给你了呀。你是在说我不懂事啊？怎么会呢？我把蓝让给你，那是因为我喜欢你。
他都一起过去了。哦，那你还跟我玩这么顽固的游戏？你不和你前男友也玩过吗？不是说好不提前吗？不是你。你说的对，这是我们携手并进的第二年，期间起起落落，有苦有甜，可是我们还是要向前看，因为最美好的永远在肚子。亲爱的，我应该怎么去打你？没事的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